做人，什么最重要？外貌身材不重要，有品有德才重要，没钱没权不重要，眼耳有心才重要。做人，什么最要紧？知恩图报最要紧，人品良心最要紧，善良本分最要紧，真心实意最要紧。一个有良心的人，一定不会忘记帮他的人，一定不会抛弃陪他的人，一定不会欺骗信他的人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能记恩报恩。人和人之间，互助才能共赢，互帮才能成功。困难之时，谁拉你？风光之后，你帮谁？别做忘恩负义的小人，用得上人家，对人嘘寒温暖；用完了人家，对人爱理不理。做人勿忘恩，信你的人别骗，爱你的人别伤，帮你的人别忘，陪你的人别弃，愿意信你的人不是傻，而是把你看得重要；愿意帮你的人不是闲，而是不忍心你为难。所以穷时谁对你好，富时你对谁好，难时谁帮了你，你就记住谁。做人勿忘恩，穷人这辈子最该感谢的人是借钱给你不要利息的人，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人，雪中送炭不求回报的人，他们都是一生中的贵人。真心难得，恩情贵重，对恩人尊敬，把恩情记住，有朝一日还了恩情，了了心愿，才能无愧他人，才能活得安心。做人勿忘恩，一饭之恩是恩，滴水之恩是恩，帮你的陪你的暖你的疼你的，这些人都是有恩于你的人，一定要铭记在心，好好珍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